完这段话，希望你能打起精神。我知道你其实挺委屈的，但是生活还是在继续，知道吗？你依然会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。沿途风景总是格外美丽，但是你不可以停下来，不可以往回看。你真的很棒的，你要加油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好吗？